非前第五。凡夺权良能，所以争远来近，立事而治事，必先察同意，别是非之语，见内外之辞，知有无之术，决安危之计，定亲疏之事，然后乃权量之。其有隐阔，乃可争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隐勾前之辞，非而前之。勾前之语，其说辞也，诈同诈异。其不可善者，或先争之，而后重垒；或先重以垒，而后毁之；或以重垒为毁，或以毁为重垒。其用或称财货、奇伟、珠玉、碧帛、彩色以饰之，或良能力士以勾之，或嗣后渐渐而前之，其事用底细。将欲用之于天下，必夺权良能，见天时之盛衰，至地形之广狭，足险之难易，人民获财之多少，诸侯之交，孰亲孰疏，孰爱孰憎，心意之虑怀，审其意，知其所好恶，乃就说其所重，以非前之辞勾其所好，以前求之。用之于人，则良智能，全才力，料气势，为之枢机，以迎之随之，以前合之，以意宣之，此非前之坠也。用之于人，则空往而实来，坠而不失，以究其辞，可前而纵，可前而横，可隐而东，可隐而西，可隐而南，可隐而北，可隐而返，可隐而复，虽复能复，不失其度。